继续推进剧情任务。妈妈，叫声这么虚弱，伤口应该还很疼吧？妈妈，你在担心他吗？坐在云朵椅上会舒服一些。他应该没那么快醒来，我先去看看小鹿。云朵果好香，涂上精灵之源，你应该会喜欢。香菱棋子，继续收集黄色棋子。
建小屋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不过终于迈出了重建云朵城的第一步，之后一定会慢慢好起来。是天空上的天空。Thank you.